平底锅刷点油，放一张冷面，打一颗鸡蛋铺平，定型给它翻个面，挤出自带的酱料，薄薄的刷一层，加点水烤冷面更嫩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放点香菜和圆葱末，还有煎好的火腿，烤冷面卷起，再刷一点点酱，一份美味完成。自制烤冷面，太好了，不比外面差。就是有点烤烂了。一口。